你就拍一下那个刀打出来，你看这里气关掉，好，这个就可以。它打出来就是靠这个轮子把那个胶，哎，这样子打出来粘在纸上面，嗯，然后它就会跟胶就会跟着纸走，嗯，然后它刀铺上去的时候，刀片就会露出来，这里有刀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啊，露出来，哎，它就带着这个纸往上面切。哦，你再弄出来一下。那个刀呢？这里啊，这里。嗯，这个是刀，有齿的这个。对，手动的。哦，那手动的就是这种一个架子吗？一个架子，对。对，一个架子。然后这是一个铁头。这就是带拉规的。它最多可以装两个铁头，然后，嗯，这里是装另外一个铁头的地方。但是它做那个产品的间隙的话，就不能一次做很窄，因为这里有间隙的限制，要先放一张，然后再回来再放，才能贴得很近。近的话，嗯，它就是靠不拢，哎，靠不拢，就可能要走两，比如说你要贴两侧很两条很近，你只能手动先贴一条，后面哎再贴一条，贴第二次。嗯，因为它只有一个杆，这个，所以它这个间隙有限制。啊，然后这种就不会，这种就可以，你哪怕你贴的重叠都可以啊。这个好一些。啊，对，这个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就是两个铁头的间隔最大是吧？多大？最小间隔？最小间隔应该在一百一左右。哦，一百一。最小间距。